小孩啊叫王鹤棣啊，阳光啊，好啊，夸呀，能红啊，一顿夸。刚说完，话音未落，红了。我一点不骗你啊，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已经红了呀。没有没有，那时候还没那么红，啊，是不是？换个话题，换个话题，好还是。哎啊，那次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是怎么出场的？然后这次其实很多朋友们就在，就是因为那次调起太高了，知道吧？就今天这个出场就是落地了啊，这个出场也很帅，对不对？之前很多人在猜嘛，就是说来到了西安是不是会这个骑马出场？还有人啊，对，应该给我挂一威啊，我从那上面飞下来啊。没事了，今天咱没有骑马，但是咱们可以骑高高。啊！哎，你是要一般，你是要一般这种城门楼古装戏里面都是用来干什么的地方吗？我知道，臣错了，都是用来砍头的地方。臣错了，都是用来砍头的地方。臣错了啊。怪我，怪我，怪我！哎呦，哎呦，疏漏了。对呀、啊，今天这么多兄弟伙，就到时候收摊了过后，一个一个去找他骑哈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百密一疏，百密一疏。